来关心欧美股市，美国公布了五月份的就业报告，新增21.7万个工作机会，高于分析师预估的20万个。那么消息呢，也让更多的资金有进，大幅拉抬了美股。三大指数是全数收高，大约0.5%。至于在欧股部分，也创下了超过6年收盘新高。我们带你关心欧美股市。